今天分享一个动作，助我们疏肝理气，疏泄肝郁之气，推两肋的肝经。我们先推一下乳头直下 1.5 寸的七门穴，双手尽量往两腋上放，然后一直往下推，每次推36次，郁结的肝气舒畅了，整个人看起来也精神多了，脾气也跟着好起来了。